这个地是谁的，谁要做怎么样处理，给我们一个答案。你怎么样处理，我都没有意见。里长为了里内公园和柯文哲公开呛虾，特别是寸土寸金。前一晚，柯文哲才率领两名副市长前往行政院拜会副部长张善政，要讨地盖国宅。既然见面了，就把一些我们需要中央协助的东西，因为我们要盖哈只租不卖的公共住宅，这个就需要中央政府帮忙嘛。人家要地了啊。那个这个地，如果说中央真的是闲置，如果北市府有好的用途，我们当然会希望能够帮忙促成。柯文哲向行政院争取新义区的国有地盖社会住宅，但行政院没有松口，旧空总的精华地如何活化，两造也没有共识。柯文哲近日力推公共住宅，22处公办都跟盖公宅，他已经心里有谱，打算近日对外公布。因为台北市大概100万户了，那至少要到5%的只住不卖的公共住宅才能够有效的平，就是说让房价不会再很快速的飙涨。居住人权，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政治理想。本来就是要盖到50000户只租不卖的公共住宅，那要另外找一个机会来说明，因为我们初步有选了22个地方，为了避免没炒房，你这样到时候再一起公布好了。千户捷运公购宅打头阵，4月开放申请，近日引爆部分当地居民不满，忧心房价和租金下跌，柯P要用50000户公宅实现居住正义的第一步。记者王彦君、刘麦文、SNG 小组台北报道。